来了。来了。你说过在20岁的时候特别渴望30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20岁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，只有经历过岁月，我才发现了内心最真实的我。难道不是因为常常被人夸赞美貌，才让你觉得如此自信吗？真正的自信来自岁月中灵魂的沉淀，只要内心笃定，何必在乎任何外界的声音。可是作为一名演员，你别无选择，你将永远活在别人的议论当中。任何职业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，不去刻意迎合，你就永远是你自己生活的主角。就这么走了吗？不怕错过什么？有时候错过也是一种美好。这都是生命的恩赐。就让时间继续吧。我一切正好。It's crowned, I need it.